老杨到处说，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对老杨私房茶和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酒有兴趣的朋友，了解一下，扫扫二维码，欢迎选购。谢谢理解和支持。好了，读报的时间，世界新闻网，北京进入二十大时间，维安防疫升级两个步骤。那么就是下个月的十六号登场。昨天已经公布了两千两百九十六名的。 中共党代表的名单，北京已经进入了二十大时间，维安升级、加码防疫管控。现在有很多的布置啊，喜迎二十大主题啊，这个还有很多便衣啊，很多的公安岗岗哨的增加。那么十月九月三十号，十月十月的大会整个节点，大家核心区域要采取管控。 最好没有什么事，不要到天安门边上去溜达。那么还要举行呢很多庆十一的活动啊，还有十九届的七中全会，所以北京市的这个维稳维安压力啊非常之强。中国国家邮电总局对快递什么的二次安检，反正就是如临大敌吧。 天安门附近的也在反映，让、啊、那些居民楼啊，就来上台查身份呐、啊，诸如此类了。外在为摆摊的，大家要顾全大局让路。那么疫情防控也在加码，啊，就是进反北京的人也主动通报，七日内不聚餐、不聚会，暂停跨省的旅游团。北京大学还有很多大学的缩小这个十月的这么一个假期。那么现在原来七天，现在是三天。 那么现在鼓励大家在学校里面休整啊，就是这个静态管理，哎，就是降低人员流动的防疫的危危险。噼里啪啦的，反正现在天安门搞得非常的喜庆。那么习近平的这个论治国理政的第四卷已经出版了，很醒目的位置啊。现在来讲呢，这个基本上来讲呢，两千两百九十六名的代表已经出来，有广泛的代表性。 联合早报也就谈到了中共二十大的选举选出了二两千两百九十六名代表的问题。他说，这个当选的代表总体上符合中共中央规定的要求，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作风品行、较好的意识能力，在岗位上做出了明显的成绩。同时呢，结构比例。 分布比较合理啊，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党员领导干部，有生产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有一定数量的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还有各方面的代表。香港的《头条日报》谈到了香港的党代表曝光，包括骆惠宁、陈东、卢新宁、罗永刚，还有郑雁雄，还有的大香港的一些中资机构一些领导，中共香港工委的党代表第一次曝光。 那么这里面呢，有谈的很多人，也包括澳门的啊，澳门也有，包括中联办的秘书长王松门，还有郑燕雄，还有澳门工委呢，就包括中联办的主任郑新聪、副主任张龙胜，对不对？港澳工委浮出水面来了，过去都是地下党状态啊。我记得毛庚年当时，当时十三大代表被曝光以后啊，香港政府一片哗然啊。当然他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港澳办呢，主要是王振民啊，王振民，还有夏宝龙呢，是中央领导人，那就不用说了。德国之声谈到中美外长会晤，直接坦率谈台湾问题，那就是布林肯跟刚这个王毅在呢纽约的联合国大会间隙进行了九十分钟的会谈，主要聚焦点是台湾海峡的局势。布林肯呼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冷静。 王毅的批评，美国向台湾发出非常错误、危险的信号，啪啦啪啦讲了很多，非常坦率。这个在外交辞令上也是很重的一句话。那么，两方面的表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和负有责任地处理中美关系的必要性进行讨论。台湾问题是直接而坦诚。那么，布林肯还是非常透彻地明确指出，美国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但是中方还是将调美国，你这做法是怎么样呢？呃，台独活动越是猖獗，解决和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越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以什么方式解决？美方无权的干预。那这里面就讲到原原本本回归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干干净净的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清清楚楚表明反对各种各样的台独的分裂活动。现在的流行啊。 啊，这个排笔记啊，这些类的讲文采了。那么这里面是两方，可能也在为十一月份的的两国领导人的会见呢啊铺垫。啊，英国 BBC 那就不谈台湾了，谈乌克兰战争。俄罗斯会不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很多西方国家都提这个问题。 那这个来讲呢，就是美国总统呢就警告你这样做，如果要实现中战术核武器，就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升级。战术核武器的小型核电核弹头及其运载系统，用于战场或者开展有限度的打击。那么主力呢，主要是不会造成大范围的放射性的污染。最小的战术核武器可以是一千吨或更少，一千吨的 TNT 炸药了。当然，最大的可能达到十万吨。 那么战略核武器就不一样了，高达一百万吨级，而且呢更远的投射。也就是说呢，美国一九四五年的广岛投入原子弹是一万五千吨，那么算战略了还是战术呢？不清楚。俄罗斯有哪些战术核武器呢？在中国东北边境部署了不少，俄罗斯大概有两千件战术核武器，它们可以放在各类类各种类型的导弹上，通常用于投送常常规炸药，如巡航导弹。 战术核武器可以从飞机或船只上发射，作为反舰导弹、鱼雷和深水炸弹。那这里面呢？战术核武器以前是不是被使用过？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有核国家没有一个核国家愿意冒着全面核战争的危险而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这里面呢？普京的核威胁真的值得担心吗？啊，他就叫不是声张、虚张声势。 美国情报部认为，这是在威胁西方，既不要试图帮助俄乌克兰夺回这些领土，而不是表明普京正在计划进行的核战争。美国会如何回应？啊，美国态度也很坚决。如果任何核武器被使用，很难预测美国和北约将如何应对。他们可能不想冒着全面核战争的危险，但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但他们也可能想画出一条底线。 而且俄罗斯也可能被另一个大国中国阻止使用战术核武器，俄罗斯现在严重依赖中国的支持，但中国有一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所以普京真的使用核武器，中国呢很难再支持他。也就是说，如果他使用了核武器，他可能会失去中国的支持，法寡。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警告，如果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将给俄罗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沙利文的说法啊。那么这里面得到了美方决定性的回应。啊，这里面谈到了虚假入俄的公投等等的事情。这个美国广全国广播公司 NBC，那么这个专访就谈了这个问题啊。他认为这个是虚假的、不承认的，危险现在是非常真实的。也就是你如果越线，美国一定会回应。 啊！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详细的东西通过其他路径跟俄罗斯最高领导人讲清楚了，向下面说明后果将会怎么样，而不是公开的进行修辞上的针锋相对。我们毫不犹豫地说，对俄罗斯来讲将有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俄方使用核武器，先使用，美国和盟友一定会做出果断的反应。华尔街日报。 普京的核威胁奏效，但使用核武器则另当别论。那可能除了金正恩之外，再也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比俄罗斯总统普京更能够随意的发出核威胁了。本周全世界见识的就是这种情况。普京之所以发出这种威胁，是因为确实管用啊，喊一下大家吓一跳。那么，西方国家最近几个月表示，没有发现任何俄罗斯的行动表明莫斯科准备使用核武器。 但西方政府认为，他必须对认真对待对普京的威胁，因为普京并不是不是一个只会耍嘴皮的人。西方领导人普遍把普京说的这话视为一种绝望的表现。他们的战略家想象不出使用核武器对俄罗斯有利的场景。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俄罗斯打破自二战以来一直维持的核禁忌，就会让自身的处境变得更加的糟糕，可能会失去。 只入侵乌克兰以来为数不多一些不离不弃的友邦的支持。半岛电视台，克里姆林宫透露吞并公投后的下一步行动。泽连斯基向俄罗斯人发出闪动性的讲话。克里姆林宫透露了完成了乌克兰东部进行吞并公投后所要采取的下一步的行动。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就将喊话向俄罗斯公民喊话。 那么这个公投呢，应该是五天，九月三十号，九月二十三号开始，九月二十七号结束。那么这里面的国家动马马上就研究，马上立法通过。泽连斯基呢做战前喊话，用俄语向俄罗斯士兵表示，就喊话就是了。你们如果回来吧，我们就会给你。没有人知道你们投降的事儿。向乌克兰军队投降，总比被其武器杀死要好。他说这样呢，还有呢，俄罗斯现在豁免那些。 打败这样的将领啊，但调到另外一个职务。《纽约时报》援引呃美国官员的话说，普京更多的参与了战争战略的制定，他接受了军事领导人的一些建议，比如动员平民。但是他说，普京的介入也造成了局势的紧张。在俄罗斯军官的担心被证实之后，普京才放松了他对军事计划的掌控。啊，他还同意。 高级将领制定以密集炮击为重点的新战略，还是打炮？《纽约时报》讲到俄罗斯的征兵引发俄罗斯男性的出逃潮，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国家送死。但是自从宣布了新的征兵计划以后，一些曾经认为自己很安全、可以不上前线的俄罗斯人，终于逃离了这个国家。他们仓促出逃，在边境排起了长龙，支付不断上上涨的价格。 赶上前往亚美尼亚、乔治亚、黑山和土耳其等允许他们免签入境的国家的航班啊！这大家的跑啊，害怕，不愿意啊！啊，这里面讲了这个要求很多。以前大多数想逃离俄罗斯的人都是公开反对战争的活动人士、抗议者或记者，但现在普通人都来。了。俄罗斯人本来很难进入美国和欧洲，但是呢，俄罗斯的征兵报告没有影响这些国家的。 路径的政策，欧盟说他们支持那些不想上战场的人，而以色列也正在试图向易据将涌入该国的俄罗斯的犹太人提供帮助。挑战之一是他们到处的寻找航班，航班实在太少，也没有人愿意到中国来，这也是实话。《纽约时报》一篇分析文章题目很醒目，叫做“普京有麻烦了”。现在呢，就。 打了败仗以后，通常对政府恭恭敬敬的俄罗斯政治脱口秀节目，现在已经把发言权交给了更多的批评者。反对战争的人发表了有分量的意见。俄罗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流行歌手阿拉普加乔娃已经站出来反对战争，这是存在普遍不满的一个标志。人民跟当局维持了六个月的共识开始出现裂裂痕，有那个共识也不是牢不可破了。 虽然很多西方的观察家把俄罗斯政体视为铁板一块，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现在谈到了主战派的问题，谈到鹰派的问题。鹰派现在利用那个电报这个平台，有很多频道，呃，有的频道甚至多达一百万的粉丝，均是由随军记者操作。这些频道连续不断的发表评论，批评政府优柔寡断。哎，现在开始出现愤，彻应该要彻底征服乌克兰。 进行全民总动员。那么讲到杜金的女儿被杀，杜金死了以后，这些极端的主战派一直利用他的殉难，以明显的末世论口吻再次呼吁全面战争。那么现在来讲呢，瓦格纳也在开始很神秘的表现。普京没有宣布大规模的征兵，只是征召了约三十万军人的所谓部部分动员。 俄罗斯公民对战争的兴趣，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国大统一、团结一致的效果正在减弱。现在看到一个现象：面对兵力不足、军队疲惫不堪的情况，普京还得找到一个方法，交出至少可以视之为部分胜利的军事结局。而俄罗斯的主要支持者中国、印度开始对俄乌战争的结果表示担心。这个作者应该是驻莫斯科的一个。 高级记者，莫斯科分社社长，即使已经处于如此困难的境地，预测俄罗斯政权崩溃能是一个错误，毕竟这个政权已经稳固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和所有的领导人来讲，普京也依靠合法性来确保自己的统治。他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几个月内，脚下的土地就可以发生变化。他担心，普京担心自己的根基不稳。德国之声。 普京的前顾问认为，他的最新的决定，普京最近的决定是受到习近平的影响。这个前顾问呢是伊拉伊拉里奥洛夫，伊拉里奥洛夫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促使普京做出几项决定的因素，可能来自习近平的影响，而不是乌克兰的反攻。” 他整个过程就上合组织会议回来以后就开始部署的一些交交代，也就是说，普京在那个地方的一些交流，迫使他做出所有这些决定。他说，能跟普京进行的交流，唯一的有影响的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似乎告诉普京一些事迫使普京转变对战争的态度，根本上转变他的全民公投、征兵动员和核讹诈计划。德国资深问这个顾问说。 根据这泄露出来的信息和他们的肢体语言，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习近平建议他的小伙伴尽快搞完搞定乌克兰的事儿。他呢，十月份的召开二十大之前，而不是伴随俄罗斯的败相。俄罗斯打了七个月的仗没有取得胜利，会让习近平感到很尴尬，也让他进行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显得有点软弱。但习近平不允许自己看起来很软弱。 那这里面讲到了俄罗斯的问题，可能这场战争会打的比较长，要打上好几年。啊，他认为过去几天的决定意味着他的战略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而这决定不是他软弱或失败的迹象，而是他依赖习近平的迹象。许多外国人忘了，这是一个集权主义的政权，没有一个集权主义的政权是通过和平抗议而被赶走、摧毁或者改变。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没，他做了一个定论。那这里面他认为呢，这样下去呢，普京被干掉的可能性有多大啊？只是虚晃了一枪，普京早晚被干掉，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及代价是什么。这个人曾经在二零零零年到零五年担任普京的高级政策顾问，啊，那他现在流亡，现在跑在应该在落在美国啊，在美国。 华盛顿智库的安全政策中心担任高级政研究员。加拿大新闻网终级控前主任高福，未来接种疫苗或少量多次，比如半年打一针，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啊！他以举报犯罪行为闻名的朝阳群众为例，指朝阳群众识别坏人就是靠不断的认，他的疫苗原理也是这样。 每半年打一次唤醒免疫疫苗，让他出来认识一下新冠病毒，哎，有意思。这个兽医出身的啊、嗯，他什么都懂。嗯，亚洲自由师生谈了泼墨女孩的父亲在监狱中惨死，国宝未地下遗体匆匆的火化。这是湖南株洲民主人士陈思明，那么在自己推特上披露，泼墨女孩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 上个星期五二十三号惨死在湖南的茶陵监狱之中，那这里面发现他全身都有伤，肛门出血。那么国宝说遗体在五天内就要火化，但这是陈国斌也被带走了。他怀疑这个董建标是非正常死亡，那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把它烧掉啊，烧掉了。那么这里面呢烧掉，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控制。那这个人是一九六七年生人，是个矿工。 泼墨女孩子是一直为女儿的冤情奔走，因为女儿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跟她的前妻发生了矛盾。曾经,经呢，带着个汽油烧掉她的前妻的房子，结果获刑三年。这个董琼瑶，董瑶琼，呃、哎，不是董琼瑶，董瑶琼，二零一八年七月四号在上海陆家嘴向习近平的画像泼墨，而且在社交平台的推特上播放了全程。 几个小时以后就被上海国保和公安局抓捕，啊，后来呢就送到了株州公安局，后来就送进了苏州的第三医院精神病院。那么来讲呢，这个董苗琼出狱以后呢，性情大变，外形也大变，啊，被喂药啊，第二次审，现在已经第三次关进监狱，现在没他的下落。大这讲，美国知音团的日本前首相安倍的国葬计划遭到部分日本人强烈反对。 有人甚至以自焚表示抗议。一个七十多岁的日本男子，九月二十一号，在日本首相的官邸附近的道路上点火自焚，抗议岸田文雄政府计划为安倍晋三举行国葬。这个国葬的问题在日本国内引起很大的争议啊，很大的争议。他就是为了什么呢？个人坚决反对国葬啊，然后就把自己烧了一下。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 第一，安倍遇刺身亡后，凶嫌指控安倍个执政的自民党头面人物和部分人士被视为邪教的统一教关系密切。自民党自己的调查显示，这个党内三百七十九名国会议员中，有一百七十九人跟统一教有关系。所以呢，这里面呢为此改革了改组了内阁，要求所有的阁员撇清跟统一教关系。第二呢，现在日本经济困难。 通胀飙升，政府大手，比如安倍举行国葬会浪费公堂，也就是浪费政府的钱。英国呢，这个《每日镜报》是报道，本周一举行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总费用是八百万英镑，约等于十三亿的日元。但是安倍的国葬的预算竟然超过了美英国女王，达到了十六点五亿元，这让反对安倍国葬的日本人奋力不已。第三。 安倍虽然是历史上担任日本首相最长的政治领袖，但是他本人一直富有争议。除了几次卷入丑闻之外，他以中国、韩国、朝鲜等邻国因为参拜神社而产生了外交风波，在日本国内也让一些人不满。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支持或不支持，现在日本的民意调查是五五波，反对国葬的民众比例已经上升了百分之六十二，就安倍这个人不配。 啊，而且这个国账的耗资巨大，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第一，二十大代表正式公布，意味着二十大筹备工作逐步逐渐进入尾声。各种版本有关北京政局的这个版本呢，猜测满天飞，添油加醋，画蛇添足，绘声绘影，捕捉到了什么呢？社会各界普遍存在的厌倦、排斥、期待的心态。 再加上顾万名大报小记者公众号和那篇传颂甚多、甚广的赞扬老同志的文章被删，人们想象力也就更加丰富。我想澄清这个事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九月三十号的国庆招待会，一个是十月六号的七中全会。玩捉迷藏，对于一个苏联特色的政治体制的不可捉摸性和神秘莫测性。 总会给人们增加很多政治训酷的机会。简而言之，政治不透明，跟老百姓距离还很远。第二，核讹诈一个核威胁是下个阶段核污战争、俄乌战争被重视的焦点。转入了阵地消耗战之后，对于普京这次赌注下的又更大。中国的态度似乎被视作为举足轻重。 但是，习近平未必有对普京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北京的乌克兰问题上也在逐步的转向，不仅向美国，同时也向北约示好。有学者推论，为什么中方要主动向北约释放善意，强调台海不会打仗？因为根据北约盟约的第五条有关集体安全的规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将被视之为对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攻击。 所以呢，中美一旦开战，有可能被北约援引第五条对中国实行实行行使集体安全。那这样的话，到时候中国面对的就不只是美国和日本，而可能是整个西方世界。第三，关于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对美关系的外交，我们从表象上看还是很强硬、很强烈。 但是也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大中国的外交已经有大幅度的调整。第一，王毅见布林肯，很明确的表示和平统一台湾还是实施一国两制。第二，国台办的官宣首次称蔡英文为两岸的领袖。第三，这段时间解放军军机穿台中线飞行全面停止。第四。 针对中美关系前景，王毅讲了五个确定，四个疑问，寻求跟美国搞好关系，好像不再搞战狼反美了。我们可以验证一下。第四点，对国内政治意见人士的镇压，目前的刀把子有足够的能力，也可以对任何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进行各种维稳处理的措施，比如说张怡和大姐被禁止跟友人参叙。 九十岁的铁流因为年老体衰没有办法走出医院做核酸，而遭不公平的待遇。京城几个所谓的敏感人士，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被安排到外地去旅游度假。执法过程，我们也相信难免会出现类似湖南董建标这类的非正常的死亡，泼墨女孩董瑶琼和她父亲不幸的遭遇。 就像徐州丰县铁路所你一样，很快就会被国人所遗忘。这种案子缺乏国际人权组织关注和媒体关注，死了的消息会不断被精神病的消息，不会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注意。这也是这个国家一个非常悲哀的现实。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